不仅冷战气氛凝结，孩子更是有苦难言。妈妈被人家推销了一套英语教材，先生就觉得你为什么莫名其妙花我那么多钱，两个人就开始冷战。小孩子开始咳嗽，他也说你也静静的，我也静静的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第二天武汉肺炎应该是喘了，小孩是真的受苦，本来是一点点感冒症状，后来变成气喘急性发作，住院住了一个礼拜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